我们社区可是风平浪静，你一般来就风波不断。我想要请问你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乌鸦也想变凤凰，就让我来解释吧。 老弟，今天穿着更特别啊，待会聊。漂亮，谢谢。善美，真是模特儿的身材，穿上很好看啊。之前都没有机会穿，太可惜了。今天你是主角，好好享用，等一下的节目很精彩。 谢谢。轻轻的握住，然后用肩膀摇，头不要动，头不要动，摇，推往前推杆，太硬了，太僵硬，没关系，多练几次就好。各位，今天办这个 party 呢，最主要就是要跟庄太太说声对不起。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心急，然后呢，左右动的比脑子快，真的不好意思哦。不过我看香甜今天心情不错，是不是待会有什么大计划要宣布呢？哪有啊，王玲姐，今天真的是要跟庄太太说声对不起的。那顺便呢，让社区的所有住户都可以联络一下感情，这样对社区也比较好啊。嗯，说的也是，住在这社区啊，就是为了大家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静君啊。 是不是该考虑生一个啊？谢谢，我现在跟我老婆啊感情好得不得了。江妈妈，哎，恭喜你啊！啊，江正明大联盟的记者会马上就要办了，台湾之光啊！没有啦，要谢谢大家。可以是说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派对，太好玩太好吃了耶！啊，你们都不开动，都被我吃掉了。Hello everyone， 我们的蛋糕已经好了，大家一起来 cut the cake 吧。 善美，今天你是寿星，是主角，你先请。哦，这边请，谢。各位，让我们一起举杯庆祝善美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 许个愿吧。哦，那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一般许愿都许三个。那第二个，我留给我的家人。大小惊喜。嗯，看了就知道了，看了就知道了。 改过名字吗？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吧？韩真真是谁？你不是韩善美，那你是谁啊？ 今天这个生日派对是为了韩善美办的，还有，房子应该是登记在韩善美的名下，你应该是完全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选举。
在你还没有搬来我们社区的时候，我们社区可是风平浪静，你一搬来就风波不断。我想要请问你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你跟大家解释清楚啊！看我干嘛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心虚吗？乌鸦也想变凤凰，就让我来解释吧。